师傅，请问那位师傅是？各位施主，各位技师，那位大师就是云游四海、天下闻名的将信禅师。将信禅师，唔捌听过呢，是啥物人啊？师傅，请问那位老禅师，身无慧根，脚步矫健轻灵，一看就知影是高僧，不知大师修行为何？将信禅师是南传普愿大师门下。南传普愿大师法师，一定是高人。紧来去顶嘞！紧来，紧来，快紧顶嘞！紧来，紧。师傅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！感恩施主，师傅有一路颠沛，请圣师傅入禅房休息。既然是高僧，师傅一定会当解除弟子心中忧患呐。娘子，先让师傅休困，日后再过来也未晚呐。也唔过我，娘子，无妨，无妨啊。你有什么烦恼？但说无妨啊。师傅，我想要问，师傅，佛陀、菩萨，敢嘛有烦恼？当然有。佛陀是咱的教主，是解脱的人。怎会有烦恼呢？因为恁也未得道啊，所以佛陀就烦恼。阮，假使阮修行得道，佛陀敢也有烦恼呢？有，因为也阁有一切众生啊，师父。众生无量无边，当然无法度尽。那恁佛陀就永远在烦恼，敢要有办法超越啊？既然已经超越了，佛陀已经无烦恼了。师父讲，佛陀已经无烦恼，也毋过众生既然无度尽，佛陀。为什么又无烦恼呢？佛陀自性当中的众生，拢已经得到了。自性，正是苦的菩萨的烦恼，是慈悲烦恼啊。小弟观照自心，观己心意，别贪嗔痴，得智慧慈悲。师父，也不过弟子心中的烦恼是师父啊。好忧伤，不孝为大，烦恼。
什么？好翁人得嫁，好子人得生，要我去哦。原来如此啊！有的人讲，求子得子，求女得女，真欢喜呀。可是真正会当安尼，怪医生着怪满啊。其实求子得子，这个囝是毋是带来？一生的顺心如意的师父，这君就尊重讲有因啦，敢讲就无烦恼啊？是这大家伫咧求子孙啦，敢讲有子有孙就是福星，嘛有袂少人因为子孙而深受心灵的折磨，万情会爱别离，拢予人伫咧纠结痛苦啊！是，可是心结若解未开，烦恼愈甜就愈多啊！心无挂碍，不挂碍故。不有恐怖，管理颠倒妄想，求不得，苦求得也是苦啊。来来来去吃茶啊，吃茶，嗯，吃茶，行，哈哈，这段时间，师父住宿观音寺，敢有安息啊？你想要讲什么，你就直说啊。地主想，师父，你若住得安稳，不如就安住处所。为何？是要伫个潮州呢？自从武宗皇帝禁佛废佛之后，天下各处寺院毁败，急需重建呐。是啊，我真担心啊。地主明白，师父好教。
传法的心意，只是师父念书已过，本愿希望师父会当先在此安息一段时间，也是化成等待时机，以因缘成熟，弟子必定陪伴师父行曲化育天下。也不过师父，弟子明白师父为法宽久的心，但是请师父体谅弟子的好心嘛。丢秋啊，真是一个好所在。弟子探听过啊，潮州、幽州、渭北的这道士，拢信奉佛教，保护佛教。因当初就反对武装的禁断佛教的教令，因此这个所在佛寺拢无受到严重的损失，佛法得以发展啊！我会考虑看卖。哎呦，人客啊，来买菜哦，保证青的哦，来哦，人客啊！哎呦，啊，真正是歹去钓啊！啊，未开市，迄鸡啊就倒啊啦！我紧，我紧，扶起来就好啊嘛。等一下，两位师父好，请问。人情多好哩，这几几啊伊，将来起厝是好。上天去也是对路，人间机啊的，啊，着机啊倒落去，才简单尔尔，有啥物特别的？哎呀，我是咧问两位师傅，啊，不是甲你咧讲话啊。这位施主，从何处来咧？我对倒位来？这并不重要，眼前这个问题比较重要。一马要记无相见咯，星星客啊伊也无落地，还人家的。哦，那呢究竟做什么去了？伊呀，就是简单个如在地，并无其他的话题。师父甲阮讲的哦，完全拢共款啊！你哦听无，枉费你是一个读册人。施主，要佛法将味啊，龙天喜，讲究实际，贵气。咱啊，不是看到一个代志，就安尼稀奇古怪，随意伫咧联想。咱是爱安尼简简单单，
实实在在的本来无。想袂到，阮儿今是来潮州，竟有如此的大事。哦，唔是唔是，唔是大事，我只是一个守本分的出家人而已呀。地主空手而来，真是歹势。既是空手而来，那安尼就请放下。我无带礼品来啊，是爱我放下什么啊？既然无物件通好放下，啊无你就扎回去好啊。哈？啊我什么拢无，啊是要扎什么倒回去啊？就早迄个什么拢无的物件转去呀！啊，我着无物件，是要安怎早倒转去呢？你无欠的物件，就是你无的物件；你无的物件，就是你无欠的物件。这，如果都糊涂啊！这是你家己糊涂。我甲你讲遐尼济话咯，可惜你无福相。讲你无福相，但是你又阁无欠缺福相。你既然唔肯放下嘛，唔肯提起，是无福相，也是无缺少福相呢？嘿，是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啊，师傅。再请问师傅，参禅学道要怎样才能得开悟呢？你哦，迄问题哪会这么多啦？我无时间回答你的问题，我要来去出宫啊。嘿，师傅，你也未回答我的问题啊？啊，你甲看卖咧，连亲像要去磨房这种这细项的代志，我嘛都爱我家己去做。啊，何况是，何况是，啊，何况是，何况是，何况是你问的这些代志，什么食饭、穿衫、上茅房，迄拢是靠家己啊。参禅合道嘛是靠家己。真侪代志吼，拢是别人无法度代替啦。尊算是父母、手足、亲人、朋友，嘛是无法度代替啊。啊，你想看读册这个代志？敢有可能讲别人替咱读册对无？哎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道理，拢是啥物人甲恁讲的啊？啊，就拄只位老师傅啊，去寺院内底啊，就听到迄个老师傅讲经说法，真趣味哦！趣味佮滋味哦。哎呀，这位和尚确实无简单。请问大哥，请问这位大师？是住伫个倒一间寺院住宿嘞？啊，有观音寺啊！观音寺。自从哦，将心师父注射寺中，这香客哦是一天一天的增加，唔知是好事哦，也是歹事。嗯，那当然嘛是好事啊。这民众吼多亲近寺院，啊，这多听这师父的开示，这心情吼自然就会平静，家庭就会和乐，国家就会安定啊。哎，是安尼讲无唔对啦。不过，这人来人往哦，阮是要安怎修行？就想要找一个清净的所在呢。修行不是伫咧山洞内，不是个人一定都爱伫咧人群中。师父好，菩萨道是在人群中行。佛弟子一定都爱知影，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；菩萨所言，
严苛众生。是呀、啊，有苦难的众生，才有菩萨啊！菩萨度自己，度他人，自修自利，度人也同款。得修菩萨道，家己卡数那是无感触，是袂觉醒啊！地主知错了，你无错。每一个人拢有适合伊的方向，只是佛陀是对人间出，佛法也在人间传。嗯，地主明白，不但明白，都爱去会去进。听法以后，就爱行法。身体力行，落实在你上生活之上啊！感恩师父开示。好好好，阿恁大家各自去做恁的工课，吼！好好好。地主。真佩服师父啊！哦，你佩服我什么？师父，你呀、啊。烦恼，但是师父有担忧啊！担忧？是啊。不过进一步想，担忧也无用啊。我这秒钟，卡是心念那偏，我的话就会讲唔对，话若讲唔对，就将大家引导去错的方向，错不得啊。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德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扫涂骹呢？因为
尘土不断飞入来呀。师父是大善知识，一心向善的出家人，为何那只狗啊看到师父，就敢那亲像要无命安尼逃走？